桃心守神的编法非常的简单，准备12根玉线，从20厘米的地方打一个结，用夹子固定，将线弄平整，左右两边各留出5根线，最中间的两根线做斜卷结。斜卷结的做法呢，是一根线头绕两下，我们依次将左边的线绕在这个轴线上做斜卷结，记住哦，每个线头绕两下。主播录的都是非常慢非常详细的教程，希望大家一看就会。我们将左边的线绕完了以后呢，开始绕右边的。我们拿着最上面的一根线当轴线，将右边的线绕在这个轴线上做斜卷结。做手工呢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大家有耐心呢都能学会。我们将右边的线也绕完了以后呢，这样第一排就做好了。将线分成两个部分，最中间的两根线同样的方法做斜卷结。这个和第一排的做法是一样的，我们依次将左边的线绕在这个轴线上做斜卷结，每个线头绕两下。左边绕完以后呢，开始绕右边的，还是拿着最上面的一根线当轴线，将右边的线绕在这个轴线上做斜卷结。这个是有规律的，每一排的做法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将右边的线绕完了以后呢，这样第二排就做好了。还是将线分成两个部分，最中间的两根线做斜卷结。将左边的线绕在这个轴线上，绕完了以后呢，开始绕右边的，还是拿最上面的一根线当轴线，将右边的线绕在这个轴线上做斜卷结。绕完了以后呢，这样第三排也做好了。我们还是将线分成两个部分，最中间的两根线做斜卷结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只需要做这一个斜卷结就可以了。将这个结打开，将线分成两个部分，从中间开始分，左右两边各12根线，将一边的线固定一下，打一个结。最上面的这一根线当轴线，剩下的线呢全部绕在这个轴线上，同样的方法做斜卷结，每个线头绕两下。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包边的地方，我们依次将这些线头全部绕在这个轴线上，记住哦，每个线头绕两下。绕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这个左边包边的地方呢就做好了，右边呢也是相同的做法。我们留最上面的这一根线当轴线，剩下的线呢当绕线，绕在这个轴线上做斜卷结。两边都绕完了以后，最下面的两根线我们做一个反斜卷结，大家仔细看一下主播的手法。反斜卷结做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剪掉多余的线头了。我们剪掉这个尖尖这里的5根线，右边呢也是一样的方法，剪掉尖尖的这里的5根线。我们留取2根线出来，把这上面的5根线也剪掉，另外一边也是相同的方法，
留取两根线，把这剩余的五根线剪掉。剪完了以后，用打火机烧一下防脱线，这样呢，一个桃心就做好了。穿入两颗珠子，旁边做的是四股辫，你学会了吗？